小辣虾这样做太好吃了，又香又辣。买回来的新鲜基围虾先焯好水备用，焯好水的虾清洗一下，再把头部去掉，八成油温把虾炸一下，锅留底油，下屏幕上的所有调料爆香，放虾翻炒均匀，再放米酒、蚝油、胡椒粉、生抽盐炒匀，最后放葱炒一下就可以啦。喜欢记得收藏哦。